幕后最后的一个的时代里面。当我们今天在向四周围观看的时候，你看，苏联跟乌克兰打得不停，那么这个，以色列的周围又发生争战，真的看到我们心惊胆跳，对不对？真的不懂了，哪一个啊出了问题，按一按那个什么钮的话，这怎么样？一个颗子弹飞的话，不是一粒颗子弹飞啊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的资讯哦，我收到的资讯今天呢、啊，50粒地球不够炸，不是炸我们一粒地球啊！现在这几个强国加起来，50粒地球不够炸。你说人有了一点的小智慧，你看人自己创造了地狱，求神恩待，求神怜悯。我们都讲我们处在幕后，幕后，幕后。耶稣要回来，耶稣要回来。我不懂的弟兄姐妹懂不懂？什么是幕后？什么是末日？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就是末日。到今天也就多久了？2000多年了。我们真的是要认罪悔改。耶稣3年半，耶稣3年半他就完成了他的服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走了2000多年了，我们还没有预备好，我们还没有预备好。已经2000多年，我们已经2000多年了，但是呢还没有预备好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到底问题在哪里？所以当教会说可以来分享吗，我就祷告主啊，要来讲什么？当然很多东西可以讲了、我说主要讲什么，那主就又把这个信息放在我的心中，就讲最基本的东西。最基本的东西假如我们没有去做，那我们呢哇讲到啊，哇讲到很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就比如我们每天喊复兴，复兴，我们要复兴，我们要复兴，我们找种种的方法，我们找种种的资料，我们到世界各地去，我们去找复兴。你说找得到吗？找得到吗？全世界都在找复兴，他有复兴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复兴。复兴在哪里？复兴在哪里？复兴在哪里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们都到世界各地去找复兴啊，对不对？复兴在哪里？复兴在这里。你的生命没有改变，你的生命没有改变，你没有复兴，你的家庭没有复兴，教会怎么样复兴？你可能请了美国一个讲员来，你请了韩国一个讲员来，爆满哦，因为听说这个牧师很会祷告哦，哇，很会祷告哦，对不对？就吸引很多人，爆满。就会完了呢，又打回原形了，对不对？是什么问题？因为呢，我们自己，我们个人没有复兴。什么是复兴？生命改变。什么是复兴？复兴是生命改变，你完全改过来。你是不是你的丈夫，对不对？你一直以来都要改变他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也是一直来要改变他，对不对？改得来吗？改不来呀。我们除非怎么样？除非自己看见，然后哎呀我错了，我要改。当你肯改的时候，你肯改的时候就怎么样？就很恩爱了咯。不然你用种种的方法，你用种种的资料，你去找找找，找没有的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复兴是从我们自己的内心，是我们生命改变，然后我们自己怎么样愿意起来负起这个责任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因为耶稣他只做了3年半，他就把他的服事做完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能够预备好自己，
让我们众教会我们都能够预备好自己。为什么耶稣延迟回来？为什么到了这么久耶稣还没回来？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好，教会没有预备好，教会没有预备好耶稣怎么样回来。就比如说耶稣回来，耶稣是回来迎接一个心腹嘛，一间教会嘛，对不对？耶稣是回来迎接一间教会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有几多教会啊？好像算来算去好像算不完啊，对不对？这么多教会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做大家的，我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你做你的，他做他的，他做他的，我管我的，你管你的，他管他的，他管他的。教会是谁的？教会是谁的？福音生命团契是谁的？是长老的，是长老的，是长老。我砍头，砍他的头啊！是谁的？耶稣的。教会是耶稣的，我们全部都是耶稣的。那我们身为上帝呼召，我们愿意出来，我们愿意起来服侍，我们是耶稣的仆人。羊都是耶稣的，耶稣是大牧者。所以当我们看见，我们认清教会是耶稣的，我不是这里的头，耶稣是这里的头，我们愿意让耶稣做主，我们让一切的决定让耶稣来做主，不是人做主。因为人做主的时候人就为王了，所以大家要做王，这是我这边是我做王，那边是你做王，那边是他做王，大家要做着为王。大家都不肯怎么样回到圣经，大家不肯走在一起，怎么样去合一，对不对？那么不给家里有一个布道会，哇，马来西亚众教会鼓励大家一起来，可以来吗？可以。事工上我们可以合一，大家都一起来了，大家一起去布给家里，带着新朋友，带着新朋友，你带来了你就去养，你带来了你就去养，很好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我们再回到，因为合一有四方面的合一，这是工作上福音上的事工的合一，生命上的合一呢，真理上的合一呢，架构上的合一呢。那假如你不回到圣经，我们圣经是我们的准则，假如我们大家不回到圣经，你有你的观点，他有他的观点，他有他的观点，我有我的观点，我们怎么样走在一起啊？所以教会没有预备好，所以耶稣怎么样还没有回来。但愿呢，真的我们还在这个最后的一棒里面，我们真的求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不懂圣灵会怎么样的工作，会把大家怎么样拉在一起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回到圣经，圣经是我们的准则，圣经是我们的最终的发言权，圣经怎么样讲，然后呢大家都要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听从圣经，我们要看圣经。然后我们懂得耶稣很快他就要再来了，但肯定，我很肯定耶稣不是今晚，对不对？耶稣也不可能也不可能最少在这个年底，而是在这个六个月里面耶稣不可能回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这样肯定？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没有建。我们看到耶稣几块回来呢，你就看耶路撒冷的圣殿，第三次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建的时候建好了，圣经说那敌基督的他就坐进了那个里面，然后我们有三年半，三年半，然后有灾中被提啦，灾前被提啦，灾中被提啦，灾后被提啦，不管几次被提，不要吵不要闹，最主要怎么样，你预备好了吗？你没有预备好，你每天在前在中在后，在那边研究，在那边研究来研究做什么？就这样，我们要预备好，不管是在前，对不对？在中在后，所以今天有一股的力量，怎么样？叫大家怎么样？赶快跑到很远的这个深山里面去买一块地哦，在那边要建屋子，哇，在那边找水源做什么？因为呢，他说呢，哇，等下敌基督来了，我们要去逃避了，我们要躲起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要666在我们的手背上，我们要躲起来，早点躲起来。
我就跟他们讲，弟兄啊，你这种的想法，你这种的被人家怎么样误导的一种的信息非常糟糕。你既然知道耶稣要回来了，你既然知道呢时间不多了，你先逃命啊，你先逃命啊，要做约拿，对不对？圣灵啊，约拿去尼尼微城。约拿说，哎呀，尼尼微城，哎呀，不要搞我，好的，他怎么样，他要跑到他失去，对不对？最后怎么样，他还是最后顺服，对不对？既然知道主要回来了，我们要更加加倍的努力，真的能够早一点死的话好不好？早一点死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天堂美不美？怎么样去？怎么样去？早死早去对不对？天堂这么美，怎么你怕去呢？你怕的原因只有一个，没有预备好，你不敢见主，你们还没预备好，你不敢见主。不然的话，你说我孩子还小，我放不下。你养好还是上帝养好？上帝养好啊，上帝养好的话你怎么放不下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你说，哎呦，最好是我先走了，不要他先走了，等下他很可怜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你先走的话，有耶稣陪伴他，耶稣陪伴他好还是你陪伴他好？耶稣陪伴他好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了这些的观念，我们就不怕了。世界上任何的东西都不再捆绑我们了。圣经讲什么？你晓得真理，真理就怎么样？释放了我们，我们就自由，我们再没有任何的东西怎么样？困住我们，挟制我们，使到我们害怕了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认识跟了解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我说耶稣在至少六个月？为什么？因为圣殿耶路撒冷他们说用六个月建好。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他造约了40年啊，所罗门用40年建那个圣所啊。现在啊，他们全部东西预备好了，只是等那个地，不懂哪一个啊会出来劝好，签好，签和平，签了和平开始建，六个月建好了。六个月建好了，我们只有7年的时间，3年半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要把焦点放在哪里？耶路撒冷。因为耶稣回来，耶稣也会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啊，所以福音是以色列的开始，世界的结束也从以色列结束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回来啊，有他的时候哈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彼得前书4:7-10，大家来念念，3、2、1。彼得前书这里很再次的提醒我们，是讲什么？万物的结局近了。这个写的时候是多久啊？多久啊？2000年哦，对不对？这个也写了2000年了，那是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但是也写了2000年，但不要忘记了，2000在上帝的眼中。2天了，对不对？在神的眼中只不过2天而已，千日如一年呢，一年就千日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眼中啊，2000年只不过是什么？2天罢了啦。所以这里其实提醒我们，所以要告诉我们什么啊？告诉我们什么啊？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就是让我们懂得耶稣回来，就好像10个童女，5个愚拙的，5个聪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拿了灯油，他还预备油，就是他预备好自己，不管新郎新娘几时来，他都可以进去享受跟主人在一起的快乐。所以最要紧的是什么？彼此确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个人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
个人要照神所赐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所以让我们懂得圣经提醒我们主回来的日子回来了，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，我们真的要预备好了。大家都知道没有几多的时间了，我们要预备耶稣的再来。马太福音24章44节是告诉我们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啊。所以今天晚上我跟大家要谈到的就是预备什么，怎么样预备，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落实的预备自己等候耶稣的回来。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。所以我刚才讲了，耶稣他来2000年前，他死埋葬复活升天，耶稣已经预备好再回来了，他已经做完了，他已经做完了他的工作，他回到天上，他已经预备，天父告诉他你下去吧，耶稣再次回来了。所以耶稣已经预备好啊，2000多年前耶稣已经预备好再来，问题是我们还没预备好。所以耶稣已经预备好再来，撒旦也在预备哦，你知道吗？撒旦也在预备哦，撒旦的国，撒旦也在预备怎么样啊？对抗上帝的回来，他对抗耶稣的回来。魔鬼撒旦他一直叫怎么样作乱，他一直叫反抗，他一直怎么样背叛，他不但他自己背叛，他就要迷惑我们，他带着我们怎么样一起的来背叛上帝，一起的来对抗上帝，这是魔鬼撒旦的工作。那么我手中的资料，魔鬼呢在这四方面的预备哦。魔鬼预备什么呢？他在预备政治上的统一 One World New World Order， 大家都很熟了，大家都很听了，对不对？他要把整个世界拉起来合起来成为一个在统治在管，这是政治上的合一啊，就是呢新的一个政治。然后经济上的统一，怎么样统一呢？就是666，圣经所讲到的，2000多年前圣经讲到在末后的日子怎么样，叫无论大小在手背上在额头上那么都要印一个的数字，那个数字是666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已经是很清楚了，今天你到中国去还有人用钞票吗？你知道吗？今天你去中国还有人用钞票吗？没有了。你才还要，你还拿出来啊？你还拿钱出来算，人家会一直看住你，这个是哪里来的？这个是怎样？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用钞票了，现在用什么？全部用手机啊！中国全部已经怎么样？全部进入手机了。我相信我们应该在我们应该我们马来西亚应该也很快了。这是全世界很快就怎么样？进入一个 digital 数字了，没有钞票了，没有钞票了。所以呢到最后的时候就用什么？666。弟兄姐妹，我问你，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管家，我们说上帝是老板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说上帝是老板，上帝是我的主人，上帝是我的仆人，我是管家。我听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比喻哦，他说呢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就好像呢全部我们是一个 ATM machine， 我们是 ATM machine， 然后上帝就怎么样，上帝就啊把那个怎么样啊打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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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我们收嘛，我们收上帝的祝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一切都是上帝的，所以上帝就打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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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一天上帝要钱的时候，上帝来按10000块，出1000块哦，嘟1000块哦，上帝按10000出1000哦，然后上帝来了这边，上帝按500出50块哦，会怎么办啊？你说会怎么办啊？会怎么办？这两家是怎么样？被投胎了，换了，为什么？故障了，出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和我们都是 ATM 啊，
上帝，对不对？上帝的事工，对不对？上帝的事工，上帝的工作要钱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钱怎么做？没有钱我们怎么样坐在这里啊？对不对？什么都要钱吗？但我们说上帝是老板，上帝是主人，我只不过是仆人。那么呢，教会的事工要钱，但是我们出钱的时候，祷告祷告，进食祷告，出钱要进食祷告。去旅游的时候有祷告吗？去旅游有祷告吗？有祷告吗？哦，又还要去澳洲啊，好好抱抱抱，不是两个两个两个抱两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去旅游我们没有祷告哦，对不对？去买东西，去买 handphone 的时候，买 iPhone 的时候，有祷告吗？有祷告吗？没有啊，没有祷告，哪里有祷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来到上帝的事工，我们又好像，哇，很慎重哦，不但祷告，还要进食祷告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还没有听到声音哦，还没有听到声音啊，听不到声音啊，对不对？听不到声音啊，真的求神帮助我们，真的求神帮助我们。路加福音十五章，大家回去看哦。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四羊的比喻，四钱的比喻，那个浪子回头。十五章整章讲这三个东西，十六章讲到我们是管家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学非常重要的功课。你的主权，你是四羊不见了，上帝把你找回来，我们的主权完全要交给这个主人，我们没有自己走了，完全我们是属上帝的了。是钱的比喻，主人不怕麻烦，整夜劳碌，把整家怎么样东西搬走，点灯打扫，找那一分钱。为什么？因为钱有它的功能，它有它的方向。你掉落在黑暗里面，你是跟神的国没有关系，但是你被寻找回来了，你现在被寻找回来了，你要有怎么样？要有价值，你要在神的家，你要在神的国有那个价值，就是你要拿出来用。然后浪子回头是讲到我们是离开了上帝，但是呢，我们怎么样？今天回家了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就是爸爸的关系，要怎么样完全的恢复过来。然后十六章讲的我们是管家，我们只是管理上帝所交托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我们的老公啊，我们的太太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车子，我们的金子，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上帝交给我们。上帝看我们忠不忠心，上帝看我们不累还是打不累，看你怎么样经营，看你怎么样管理，看你怎么样管理。所以上帝要我们怎么样到最后是什么？忠心得胜。你是忠心，你是得胜，你可以与神一起来管理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啊，我们要懂得什么是神的心意，什么是魔鬼的诡计。那魔鬼在宗教上的统一，听说呢，这一个原本去年呢，他们就在签了，现在呢是天主教跟 WCC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， 天主教跟 WCC 在一起合作，拉拢全世界的宗教，所有宗教的头，不管什么宗教，他们全部拉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世界太乱了，打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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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有尊重我，我没有尊重你，所以大家不要乱，我们把宗教全部放在一起，你尊重我，我尊重你。所以呢，你要什么，我这边 A 到 Z 都有，你就要进来我这里，我这里所有都有，听起来很好哦。所以你要什么，我这里什么教都有，你要佛教也有，你要印度教也有啊，你要回教也有，你要基督教也有，你要天主教也有，我这里什么宗教都有，可以吗？可以同意吗？可以同意吗？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哦，可以同意吗？我们可以大家合起来吗？可以还是不可以？有一些讲可以，有一些讲不可以，大家还不肯定啊，可以吗？上帝讲什么？除我以外没有其他的神，哪里可以跟他们喝？不可以喝。所以他们知道世界上只有基督徒要被杀，666也是只有基督徒要被杀，因为基督徒会反抗，基督徒会不要接受。你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接受你就是属于那二者的。所以他在文化上的统一是什么呢？
自由，什么同性恋，我们真的是大跌眼镜。新加坡也可以批准，对不对？台湾也批准，对不对？同性恋合法化，男跟男，女跟女，咚咚咚咚。耶稣在慢三十年来，还有人吗？这世界还有人吗？老的走了，每天走哦，新的没有出来哦，人口一直老化，过三十年你还在吗？不懂了哦，三十年还在吗？对不对？慢慢的全部都走了，你看到没有？魔鬼的诡计，这就是魔鬼撒旦他所要用的这个，他要做世界的王，他要用钱控制整个人。刚才我讲到这里，假如你是留了一大堆钱，耶稣回来的时候你会咬牙切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没有用了，因为我们不可以接受666。到时候你怎么样用你的钱？你的车要还落掉，你车要打油哦，你要出国要买飞机票哦，你要去买粮食哦，你的屋子要还地税哦，你没有这个印记哦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你说不仅我家里很多人，让我家里的人有，难道你要他下去啊？对不对？不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弟兄姐妹，上帝今天所教导我们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想，好好的来用啊，不要留到那一天，哇，666开始运行了，然后你怎么办？你会很大的挣扎，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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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你留的太多了。你说 我给孩子，孩子要去打666啊，而且我给老婆，老婆要去打666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是一无所有到时候啊。但是上帝可以，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投资在神的国。上帝说我还给你，尤其是孤儿寡妇，上帝说你给孤儿寡妇，上帝说你是借给我，我改天还给你。上帝纪念孤儿寡妇，上帝很看待孤儿寡妇，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被魔鬼所欺骗哦。耶稣已经预备好，我们是否预备好呢？那今天我们要讲，我们到底我们要预备怎么样的一个生命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复兴是从我们自己开始，是我们从我们这个人开始。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生命，我们才能够预备好自己呢？我们要如何的预备？谁的生命最有价值跟意义？在你的认知里面，你发现到世界上有谁的生命是有价值跟意义的？谁？你知道吗？耶稣很他很出名，耶稣哦，对，耶稣的生命最有价值跟意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说耶稣的生命最有价值跟意义呢？因为呢，耶稣他懂得活在神的旨意，耶稣懂得死在神的旨意，耶稣懂得传承神的旨意。来，他讲什么？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只有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。我们一切世界上我们所要是计划，我们所安排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。什么是活在神的旨意、死在神的旨意、传承神的旨意？也就是说，耶稣，当上帝要耶稣来到这世间来做赎罪祭的时候，来为我们赎买我们的时候，虽然要与天父跟圣灵隔开，虽然他要忍受羞辱，虽然他不会死，耶稣他不会死。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耶稣还没有来世界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耶稣的名字叫道，
从太初的时候，他名字叫道。道是什么？真理。啊，道是真理，所以耶稣神是真理。所以呢，耶稣他愿意顺服，他活在神的旨意里面。虽然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不会死，但是呢，他却要去怎么样面对这个死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把我的命舍去，我再把我的命拿回来。”证明了什么？耶稣没有罪恶，因为全世界、宇宙到今天，每一个人都死了，都在坟墓里面。因为罪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啊，没有一个人胜过罪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罪中。那只有耶稣，他三天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胜过罪，他可以救他自己，他也可以救我们，证明耶稣他是无罪。那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那条路，因为我从那边来，我懂得回去，我就是一切的真理，我就是那个生命，我给你那个生命回家的路。”所以耶稣已经安排，耶稣已经做好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不但活在天父的旨意里面，他也死在神的旨意里面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死亡。你说哇，这个人死得很惨，哇，这个人死得好惨好惨好惨，请问谁比耶稣死得更惨？没有。耶稣死后，这个呢，十字架的这个的刑罚就不要没有再怨了。因为钉十字架，一个人钉十字架是两天到七天才会死，一个人两天到七天才会死，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？血一滴一滴的流，血一滴一滴的流，在那边上下上下下去了，哇，这个手痛得不得了，撑不住了，那个甲王硬硬把它撑上来，因为这个肺给它拉到呼吸不到空气啊，所以呢要哇呼吸一下，脚痛得不得了，脚痛得不得了，哎呦呦，又垂下去了，又垂下去了，脚哎呦痛不得了，又上来了，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。所以为什么呢？他们的那时候呢，他们就把那个强盗的脚打断，因为呢旁管就是逾越节了，所以人不可以怎么样死，啊，等到还没死，一定要逾越节之前一定要死。但是他们来看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已经死了。所以在两千年前、三千年前讲了，耶稣的骨头没有被打断。你知道吗？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，三千年、四千年已经讲了耶稣怎么样来，他发生什么事，他要骑坐驴进去，他要呢去骑坐一只新的驴，那么呢他会用三十两被卖。全部耶稣怎么样来，他怎么样生活，他怎么样面对死亡，他怎么样死，全部已经讲完了。哪里有可能一个人还没有来，几千年前已经讲了有一个人会来，他会怎么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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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除了耶稣没有，你找不到，你找不到这样的历史，没有这样的历史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呢，耶稣他不但活，他也死在神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我要大家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。耶稣被钉立起来的时候，耶稣第一件做什么？第一件事情耶稣做什么？他马上站在罪人这边，他马上改变自己的观念，他站在罪人的这边，父啊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懂得他们在做什么。你看到没有？耶稣有错吗？耶稣有错吗？耶稣是完全没有错。但我们今天常常跟人家有发生啊吵架和睦的时候啊，你错吗？你来了几时来啊？买苹果，买 Orange 来了，对不对？我等你啊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对不对？在等你吗？对不对？但问题是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，你不对我对，是哪一个比较容易主动？对的主动容易，还是错的容易？我们一直就被欺骗了，我没有错啊，我们就坐在家里等，我等你几时叮咚上门，对不对？
但是你要他来上门，还要买水果来，他要付很大很大的。但我，一圣经讲什么？我们要去挽回我们的弟兄吗？我们要用爱去帮助他吗？因为他软弱吗？他软弱，他比我软弱吗？我刚强吗？我刚强的时候，我放下脸皮，我去挽回他。那很多教会发生事情，我不来了，我不来了，三天两天，我不来了，三天两天，我不来了。耶稣有得罪你啊？耶稣有没有得罪你？怎么样？是不是？这个是家吗？家有酸甜苦辣，正常吗？家假如是每天是蜜糖，完蛋了，全部糖尿病。全部糖尿病了，对不对？酸甜苦辣才是家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才怎么样接纳彼此的来学习嘛？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在家里面学习嘛，练功嘛，对不对？要练功嘛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讲谦卑容易还是骄傲容易？谦卑容易还是骄傲容易？问弟兄，谦卑容易还是骄傲容易？谦卑容易啊？为什么谦卑容易啊？他骄傲容易，人家谦卑容易，为什么？到底是谦卑容易还是骄傲容易？上帝讲你骄傲啊，你骄傲啊，你不听话啊，上帝讲你骄傲啊，我阻挡你，你骄傲我阻挡你，你谦卑我给你恩典，我给你恩典，哪一个容易？骄傲容易还是谦卑容易？你骄傲我阻挡你，上帝啊，上帝说我阻挡你 block。 你谦卑我给你恩典， grace upon grace， grace upon grace， 我给你恩典，哪一个比较容易？谦卑容易啦，但我们今天是活在骄傲哦。我们说我们相信上帝哦，哦我信耶稣哦，哦我很热心哦，我很爱耶稣哦，但是你没有活出神的话。吵架的时候谁先道歉？没有啊，哦，你等来等去，等来等去，等来等去啊，对不对？谁先谦卑谁先得胜，你谦卑下来你就胜了。所以什么属灵征战？这个就是属灵征战，在这里属灵征战，骄傲谦卑是你的选择。耶稣讲你骄傲我 block， 你谦卑我给你恩典，肯定是谦卑容易啦。但是我们就是活在骄傲，我们就是活在骄傲里面。为什么放美乐嘞，放不下来的？值得多少钱？值得多少钱？猪皮要给多少钱？啊，猪皮要钱的，猪皮要钱的，对不对？哇，去吃，啊，那个去吃那个什么安道夫，对不对？我最喜欢吃，我就爱给我，为什么？胶原蛋白。所以你看我好话的，对不对？胶原蛋白，对不对？所以猪皮值钱啊，人皮不值钱啊。学习谦卑一点啊，大家都在骄傲里面，大家都在骄傲里面，还要教会复兴，教会复兴，讲复兴，你谦卑都不能够谦卑下来，对不对？怎么样去复兴？对不对？所以大家都要真的要落实的学习啊，啊！然后耶稣怎么样传承了神的旨意？就是怎么样？耶稣十二个门徒，耶稣十二个，还有一个失败，所以不要怕了啊，哦！耶稣有十二个，有一个失败，所以怎么样？耶稣传承，耶稣做完了，十二个门徒最后怎么样？也出来受死。到今天，对不对？啊，影响了今天三分之一的人。那今天只要我们三分之一的人，我们再去找一个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三分之一的人，每一个人再去找一个的话，很容易的。问一下你自己，你来这边多久了？你在这边多久了？问你自己一下，你带过几个人来这里？问一下你自己。我们说我们很爱主，我们很爱主，我爱教会，我爱主，我爱教会。别只是嘴巴讲，行动证明你带多少个人来教会。你说我们挑战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年做一个目标，一年带一个，
可以吗？肯定是可以吗？一年带一个哪里有什么大问题呢？但问题一年三年五年过了、哦、还没有看见那一个人来、哦、对不对？虽然好像觉得很容易呢，一个哎呦，对不对？朋友一大堆啊，对不对？每天喝茶养狗屁，对吧？每天都要排队等，打电话都要排队等时间啊，去养狗屁哦。但是挑战一下你自己，带一个来，带一个来。我们明年就要怎么样？改装了，要装修了，不够做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教会存在在这里，生命团契。我们今天晚上谈的这个生命，上帝要的就是这个生命。上帝给这个教会的意象，服用生命团契，上帝要的就是这个生命。你要懂得活在神的旨意，死在神的旨意，传承神的旨意。也就是说，你死之前，你一定要带什么？你的门徒起来啊。虽然在肉身上可能你成功，你生了几个？三个，还好。现在怎样？一个，不要了，啪啪一个就搞不定了，不要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至少肉身上你有生了三个，那属灵孩子呢？肉身的孩子也可以变成属灵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你看马拉基，马拉基最后一章最后两节讲什么？过后四百年上帝没有讲话了。马拉基最后一章最后两节上帝讲什么？上帝说，我还没有回来之前，我要看到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这个偏地。我们要被神咒诅吗？我们要被神咒诅吗？我们最怕就是落在永生神的手里啊！那杀我们身体的不怕，你杀我，感谢主，咚咚咚，毕业回家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为福音死啊，不怕。但我们落在神的手中，不要开玩笑，弟兄姐妹。四百年后，神没有讲话，然后耶稣就来了，使徒约翰来了，悔改，悔改，悔改，叫人家悔改。请问一下，你问你一下，你的属灵孩子在哪里？你是自己来这里来了三十年，教会多久了？啊，十一年啊，十一年哦，这里哦，十年，你来了这边十年，你是自己一个人来吗？还是你的属灵孩子在哪里？这就是圣经啊，圣经吗？老师你讲什么？啊，没有生养的不要怕，因为你们的属灵的孩子怎么样啊？更多，你要欢呼喜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神是要我们从己，因为我们己啊，我们这个人啊很自私的，很骄傲的，我们这个人都是为己的。所以上帝讲什么？离开父母去找你的那个肋骨，找回来，对不对？找到了，两个人就怎么样，要组织一个新的家庭，然后所有的一半要给他，他一半要给你，他的时间要给你，你要给他，从顾自己，然后怎么样？现在你要顾你身边的人。孩子出来了，两个就怎么样？完全摆上给孩子，一心一意，怎么样？看到孩子们被造就起来，舍己无己的生命。耶稣是无己 selfless， 耶稣是无己的生命。我们都在走学习无己的生命，只是我们不但在自己的家，我们还要走出去到另外一个家，学习舍己。耶稣讲吗？你要跟我啊，真的你要跟我啊，你要跟从我啊。 Are you sure? Are you sure 你要跟我？你要怎么样舍己？你要舍己，你要舍己。因为我们啊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亚当夏娃就是人，亚当夏娃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从做王变成做农夫。本来亚当夏娃管理海里的，管空中的啊，管那个飞鸟，管陆地，管海里的，他是与神做王，统治这个世界，被魔鬼欺骗了，从王
便做农夫。上帝爱我们，他叫我们悔改回来，我们就怎么样，又提升我们的地位啊，又提拔我们，我们与神同作王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谦卑的回来，我们要谦卑的回来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懂得，因为当我们学习去分享，学习去给，学习去给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根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根是己，我们的根是抓，我们的根要得，这是我们人的根，我们的问题。然后我们要，你要怎么样胜过？你要学习给，你要学习给，你要学习给，丈夫给太太，太太给丈夫，然后太太跟丈夫给孩子，给孩子，给孩子，棺材本都给他。哎，宝宝，我要做生意，你要做生意啊？好了，棺材本给他，对不对？每一次学习给，因为上帝是给的上帝，耶稣把他自己完全的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以上帝要我们学习给。你看一下，当大家都学习给，大家都学习给的时候，没有问题了，因为这是耶稣的生命。我们今天不是领受一套的信仰，我们今天不是领受一套的宗教的观念，我们今天是领受耶稣的生命，我们是领受耶稣的生命。然后我们这一生要做什么？培养这个生命，培养这个生命，培养耶稣的生命。什么生命？从那里培养，看听想讲做，从你所看所听所想所讲所做，你要转过来培养你的这个的生命。所以让我们也像耶稣的生命，有这样的意义，有这样子的价值。这是耶稣的生命，这也是摩西的生命，这也是保罗的生命，这也是约瑟的生命，这也是、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生命。他们都懂得活在神的旨意，死在神的旨意，传承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假如要预备好自己，就是我们要好好去预备的，预备一个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的生命，乃是呢、神所要的这个的生命。我们要预备这个生命是什么？第一，献身。罗马书保罗劝我们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、慈悲劝你们，将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。弟兄姐妹，上帝要我们把自己献上，是当作是活祭，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，我们给神的时候，我们在神的家，我们在神的国，尤其是我们在神的家的时候，你要在家里面被培养，被装备，然后你才被差派到神的国里面。耶稣来三个目的，耶稣来三个目的。第一个，耶稣来拯救我们；第二，耶稣来建立他的教会。耶稣对彼得讲，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所以教会是耶稣的。第三，耶稣讲什么？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耶稣来的目的是三个：第一，救我们；第二，建立他的家；第三，落实他的国度，神的国。因为耶稣还要回来，所有的人都要怎么样？死去的人都要跟耶稣回来。我们要怎么样？上帝绑架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上帝绑架，上帝搬来这世界地球，与我们怎么样一起一千年呢？我们还有一千年在这个地下来管制这所有啊。所以我们要懂得啊，不要被欺骗，我们要预备自己，装备自己。很多呢，我们叫我们爱神，我们爱神，我们自己献上献上献上，但是呢，献的是什么？死的，没有反应的，没有反应的，没有反应。你在神的家，你是什么？你要懂，当说主啊，我献上我自己，我把自己交给你，你乃是一个活祭，记得你要有反应，你在神的家要有所作为。
年轻人要学，我们这一帮不懂几次，一个一个等下又走了，接手的呢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神的家你要学，你看到什么哪一方面有需要，你要预备自己啊，你要装备自己啊，你要怎么样，神要用可以给神用啊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能够哦，我看到那弟兄哇很努力啊，很努力很努力，上气要接不到下气了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上气接不到下气了，所以年轻人要赶快起来啊，哦，年轻人要赶快起来啊。所以在教会我们是什么活祭，就是你有所反应你可以动的，不是死祭，我们不是死的。然后怎么样，不要效法，不要去跟这个世界，只要怎么样，心意跟祭的变化，叫我们知道神什么是神的良善全真可喜悦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什么是神的旨意？你们明白吗？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好像哇，神的旨意很难明白哦，对不对？好像神的旨意很难理解，很难明白哦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建立关系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你看到我们啊，基督教里面讲什么？上帝他可以放下他荣耀的宝座，他可以从天这么遥远来到这个地上做什么？上帝来找我们做什么？恢复关系，然后左到右叫我们要，你要跟你的灵舍恢复关系，这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是讲什么？关系的恢复。你讲我是信耶稣，我是信耶稣，你每天还跟人家吵架，每天还跟人家吵架，夫妻还在吵架，家里面还在吵到乱，哪里有见证？你这你是信耶稣的，但是你关系一团糟。所以什么是十字架？十字架就是关系的恢复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神的旨意就是关系的恢复。破坏关系就是鬼的诡计，不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恢复关系，所以大家要懂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，第一是献身，第二是什么？委身。我们委身为耶稣，为耶稣的旨意活，耶稣负责。站长两个叫我写 profile， 我没有写的啦。第一次我应该是第一次写 profile， 对不对？写我的 profile。啊，我也是，哎，好了，我就写了。我九岁信耶稣，十三岁受洗，我从十三岁服侍到现在，今天都是代志服侍。十三岁起来了，就在教会拍椅子喽，拍诗歌喽，收诗歌喽，扫地喽，抹地喽，洗厕所喽。慢慢长大一点，教儿童会喽，去教儿童会喽。而且大一点，在教会领敬拜喽。学习打吉他咯，打鼓咯，打蹦咯，什么都做，什么都学，什么聚会我都参加。我在我自己母会，从差不多八五年，我在我自己母会台湾二十年，那我就离开到巴汉五年，然后我就下到 JB 三年，那我现在在苏邦三十一年，我在教会五十年。神恩典，因为我是笨笨傻傻，没有读书，不会读书的，很笨很傻的。但是呢，上帝有一次带我去，苏格布达尼阿罗斯达瓦，去跟医生罗耶那边，我再讲给他们听。一个没有读书的，我怎么讲我没有读书 ？Fun Three 哪几个 A？Fun Three。应该很厉害，不然不会做医生嘛，对不对？几个 A？ 啊，我 Form Three 考三次了，是不是笨笨傻傻？我没有骗你的 ，Form Three 考三次，有没有搞错 ？Form Three 考三次，你跟他们讲，他们怎么样想？怎么样会考三次？对，考当当我考一次了，我考我的车，考我的摩托，什么路咖喱啊？这不笨傻傻，
笨笨傻傻的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会的。但是我这是一个什么？但是我很敢，我很冲的，我是很敢很冲的，好像彼得这样，对不对？彼得是很冲的，对不对？那我是一个愿意的心，我很愿意，我很愿意，所以神就带我去，我到中国，啊，印尼，宣教啊，就宣教了，我都带之服侍到今天的弟兄姐妹。出钱出力，出钱出力，什么都怎么样去做去服侍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说耶稣这样爱我，我要爱耶稣。耶稣这样子的献上，我也要这样子的来学习献上。所以我看我的家，我三个孩子，感谢神。我在吉隆坡的时候，十年里面我买了三间屋子。我那时候还在做生意了，做一个小生意的时候，我买了三个屋子。现在呢，卖了第二间，啊，卖了第一间，卖了第二间，因为呢，生意上有一点卡住了，失败了，学习功课咯，每天给老婆骂，每天交功课，每天交功课，每天交功课，每天交学费，交了不懂交几时才毕业，不懂要交到几时才学会啊？哎，没办法，因为笨笨傻傻嘛，真的笨笨傻傻，我的卡刷了100000。你说有这样傻的人啊？就是这样。我的卡人家刷了100000，你帮我了，你不帮我我死定了，你帮我了我自己还好了，还了，他还两次没还了，怎么我自己还了，感谢主，昨天才还完三张卡，昨天才还完，老婆帮我了，不然我也是惨了对不对？100000呢，我的卡帮助弟兄，100000我给，200000我给，300000我给，钱对不？我虽然不是有钱，没有钱，这样讲没有钱，没有现金，但是钱对我，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贪？就是钱在你的心中的地位是多少？神说，宝藏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宝藏你在哪里？虽然我好像要钱，但是你说1亿，你说5亿，我没有感动呢。不会，我不会整个晚上哇钱哇钱，我不会，没有，对钱没有感觉。我服侍到家，哇，去到姐妹家，哎呦，30多千的电费哦，被割掉了哦，家里点蜡烛哦，两个家里小孩蚊子咬到，丈夫又中风哦，女儿又忧郁症哦，孩子又没有工作做哦。怎么办？上帝把我带到这个家庭，怎么办？你们会怎么做？姐妹，祷告，为你进食祷告，不错了啦。我怎么样？我不懂了，我就怎么样？打电话借钱，打电话借钱。有的人说，怎么你服侍到这样哦？还是你服侍到凄凄惨惨这样？为什么你服侍到这样惨哦？耶稣12个门徒。哪一个有钱？很多教会讲说不可以羞辱了上帝的名，哪里可以这样啊？你知道有一些牧师啊，明天每个跟我叫 Mers 来啊，你们全部要听话啊，每天叫 Wobo 来啊，叫 BN 来啊，你 Proton 你千万不要出现在我的门口啊有教会这样子喊哦，神这么富有，上帝创造宇宙，你这样 proton 撒开来，有没有搞错？借钱打总来，给我打总来的，哪里？耶稣12个门徒，哪一个门徒有钱？哪一个很成功？很成功，耶稣12个门徒到最后最成功就是他们，但是他们哪一个在生活上富有富足？那富足并不一定是指钱财上，上帝又给你，感谢主啦，对不对？上帝要给你，上帝也要看你哦。上帝说在幕后的时候，我要再次震动天和地，我要再震动万国，我要把万国的财宝运进来。但是你有预备好吗？是你吗？是你吗？上帝说我要把隐藏的财宝
hidden secret， 我的这个 hidden 是隐藏的，我要把它怎么样给你。但是 are you ready？ 你预备好吗？这是神在幕后要做的工作，因为神说我要使我的家有粮，因为神的国要怎么样，要扩张，要被扩充，要许多许多的钱来怎么样，来神的事工才可以动啊。所以你看我们华文十字架，然后有三个力嘛，这就是人力、灵力、财力。我们教会都很多时候是什么，人力有，灵力有，财力很难啊。你知道这 COVID 一下几多会所关门吗？很多会所关门啊，租金都不能够给啊。我遇到很多啊，感谢主啊、哦！虽然一段时间没有来，你们还在啊，感谢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真的，啊，真的，我们求神恩待帮助我们，啊，所以我就看到今天我三个儿子大了，最大的在柬埔寨帮中国公司发展商，蛮不错了，他做得蛮不错，真的感谢主。第二在澳洲，第三在新加坡做罗叶，他在罗叶份里面，啊，所以笨笨傻傻的爸爸，但是呢，上帝怎么样？耶稣负责了。我们以前就笨笨傻傻了，我做耶稣的工，我做耶稣的工，我照顾耶稣的家，耶稣照顾我的家，真的，他照顾我的家。虽然看起来，哇，我的这样啊，我要负责五辆车嘞，我一辆，老婆一辆，三个孩子三辆。你知道了，有车的人，然后车又一点旧了，你知道，每天这里这边这辆修理的，这里人家又换油，人家又落带了运车的，我还是走到今天。看起来，哎，那又来了，看起来，哎，那边又来一点了，看起来，哎，那边又来一点了，死不了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不是做自己的工啊，而在做神的工啊，在学习啊，好，在学习就是这样子来给。啊，我就打电话借了25000啊，不是借2000块啊，我借25000给他，我在架楼里帮他搬4天啊，还要帮他帮他驾车去搬啊。他全家都感动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你要做到人家很感动。你去医院探访，去一次，没有了。去两次，去三次，去到他回家了，你还去，你还买水果来，他就感动了咯，对吧？你说很难传福音呢？很难吗？你每天去那里剪头发，你去每天去那里喝咖啡，你每天去那里买菜，你跟他买了20年、30年了哦，好朋友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他不会骂你，因为你是他的顾客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跟他传福音？你有没有带他信主？这就是你的对象嘛。你去美容，去美容，美容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多钱哦，美容。你去多久了？你没跟他谈起福音，因为你跟他很熟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真的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起来行动了哈。好吧，让我们尾声，罗马书14:7-8讲什么？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活是为主而活，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活是我们都是主的人， Amen， Amen。 所以你要为自己活吗？没有意思哦。你为自己死吗？没有意思哦。我们就讲为主活，为主死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价值跟意义了。所以我们要献身，我们要委身，我们要委身于耶稣，要献身，我们要委身，能够被耶稣用，怎么样？耶稣要用，怎么样？赶快给耶稣用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，我还没有退休呢，我还有3年才退休呢，对不对？退休了你怎么办？哎呦，孙子又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又要顾孙子了，对不对？顾来一个，第二个又来了，第三个又来了，你几时生难哦？路加福音1:70-75，回去看哦。路加福音1:70-75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，上帝既然释放我们、拯救我们、帮助我们，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救了出来，然后叫我们
终身在他面前，愿公义圣洁侍奉他终身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退休的。你要躺在病床上，你要死在病床上，还是你要死在战场上？有考虑过吗？有考虑过吗？还没有考虑过，对不对？所以计划大家考虑一下，你要死在病床上，还是你要死在战场上？弟兄应该都讲战场上，因为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是死在战场上，能够回来。真的，1997年的时候，印尼烧教堂，杀牧师，追杀牧师，电话就来了，各位去印尼，是去印尼了，我就去了喽，笨笨傻傻就这样去了喽。没有啊，我看其他牧师哦，就叫他太来啦，交代啦，这个交代，这个交代，那个，为什么？因为去了不懂会不会回来哦。对，去了不懂会不会回来啊？我就去了，1997年去，1998年去，1999年去，2000年去，我就去了4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跟印尼的教会弟兄姐妹说，我们是达兰耶稣基督的圣达拉，对不对？基督是克罗格，我们是一家人吗？在那边有难哦，你在这边不管了，我们就怎么样？实际的，我们来去帮助他们，我们就过去了。每个月不同不同的被派过去，每个不同的被派过去。感谢神啊，时间还没有到，你以为要死这样容易啊？你以为要哇回家喽这样容易啊？死不了了，我几次了啦，死不了。我到国内一个地方啊，公安局啊，公安局长啊，跟那些全部来找，来找几次，都找不到我们了。神的恩典啊，还没有死啊，死期还没有到啊，死不了了，对不对？死期到，你要跑也跑不了了，对不对？也跑不了，所以不要怕，我活我死，我都是主的人，没问题。能够被耶稣用，赶快给耶稣用了。耶稣没有用，谁用？耶稣没有用，谁用？鬼用，对不对？被鬼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要被鬼用了，能够被主用，一切都是恩典，要珍惜主的恩典。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没有回家？因为上帝看上你，上帝看上我，要我们好好的学习忠心得胜。不然的话，你说我们因为罪哦，罪使我们跟神隔开了。但我告诉你，你应该在受洗的那一天，你从水池里面慢慢喊出来，哇、哦！弟兄姐妹们鼓掌哦，对不对？哇，唱歌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在耶稣里面是新造的人，你那时候你马上就怎么样？天使吹喇叭，哆哆哆哆，你就咻上去了，因为你还没有踏出来，你还在圣池里面，你还在水池里面受洗，刚刚复活，你应该回家了啊。因为你没有罪了，耶稣接纳，耶稣洁净了，那为什么还要踏出去，对不对？还要踏出来啊，对不对？我常常在主持葬礼，我跟他们讲，大家一起看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姐妹，他没有问题了，他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是你和我，我们还要面对明天，他已经现在安息了，死的已经安息了，卸下地上的劳苦，我们还要面对明天。所以呢，要懂得第三是什么？牺牲。这是耶稣的生命，献身、委身、牺牲，这是耶稣的生命，没有保留。你要尽心尽性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。我们看到这是谁的生命？这是耶稣的生命。耶稣来，他来牺牲。生命最有价值、最有意义是什么？牺牲。夫妻作为夫妻，为着家庭牺牲，你为着家庭，为了孩子，你牺牲所有，你都觉得怎么样？值得。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你要教会成功吗？你要教会发展吗？起来，家族，家族不是小组，家族，教会是家，现在是大家庭，过后是小家庭。为什么用家？因为家是父母跟儿女
所建立。你不要跟我讲，我要十个，我要四五个，你的胃口这么大，你照顾得了吗？五个你就很厉害了，耶稣才照顾十二个，好好的怎么样带陪放，把他当作是你的属灵孩子。我在教会待了，其中一个待了最久，我待了20多年，我用生命来陪他们。我不但陪他，老婆出事了我也要去照顾，孩子出事了我要去照顾。你是我的属灵孩子吗？你的事是我的事吗？我用命下去陪他们了，不是属灵爸爸，这是我属灵爸爸，哎，拜五来哦，聚会哦，拜一到拜四没有电话，茶一杯都没有，拜五哎，聚会来了，哪里会跟你跟得下去，跟不下去了。所以什么家族的成长，家族的发展，就是教会的基础。越多家，假如你看这里，这里被分成十个家族应该都没有问题嘛，就有十个家长起来，然后再带陪放，我再陪你去生，我再陪你去生，然后呢我陪你去带，我再陪你去带。假如你们有兴趣的话，资料我们全部都有了，资料我们全部都有了，拿去用，拿去用，拿去用。你要看教会的发展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，就是怎么样，好像经营公司嘛，不要一个公司把它分十个公司嘛，让十个去养嘛，让十个起来做头带头，让他们去学习嘛，去成长嘛。然后这是我属灵孩子，你要带他们口服心服的跟着你。你要听的话哦，有机会下次来我来再来讲啦，怎么样带，怎么样做。因为我做了20多年，带了20多年，我的弟兄还是跟着我，已经死两个了，他一直跟着我，到现在还是跟着我。那今晚他有事他来不了，那些啊，我些他们都是有事是没有来。好，所以呢我们第三讲到牺牲，没有保留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保留你给魔鬼留地步，不可以有保留。但我们一保留你就给魔鬼留地步啊。这么犹大的日子我们看啊，日子家，因为他心中有贪念啊。圣经讲什么？耶稣一直给这个犹大机会的，耶稣一直给犹大机会的，就是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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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呢他就是没有改，他怎么样，心怎么样，就是贪爱那个钱财。后来圣经讲什么？魔鬼就入了犹大的心，把卖耶稣这个怎么样给做成。因为他认为哪里可能可以抓到耶稣，抓不到的啦，耶稣这样厉害，这3次2次是百状的，哪里知道看耶稣被抓被打，哎呦，他才后悔啊。所以你留地步，就是我们圣经讲什么，爱世界爱父的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尽心尽心尽心的爱主啊！你的心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？所以什么是你的焦点？今天什么是你的焦点？今天什么是你的 focus？ 你的焦点是什么？你的心就在哪里？耶稣一定是我们的焦点， Jesus is our focus。耶稣一定是我们的焦点，你的心就在耶稣那里。你的心在世界，那么呢你就会一直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，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一定是这样子的啊，一定是这样子。所以呢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心中不要有保留。为什么我们保留？很快哦，还有5分钟。为什么我们保留？因为第一我刚才讲了，贪爱世界，因为你的心还在世界里面，你还贪爱世界，你还要抓这个世界，你还要觉得这哇，这纷纷的世界哇，五彩啊，这七彩的世界很美丽，你还是要这个世界。那么第二，你不肯付代价。第三，可能你受伤。今天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服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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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受伤，受伤了怎么样？算了了。他说算了吧，他说是，所以呢受伤。你知道今天有几多的弟兄姐妹从正门走进来，从后门溜走了，很可惜的。这帮人你再去叫他回来，他说教会里面太多 politics， 教会变成 politics， 很可惜，很可惜。所以我们要懂得教会，所以你要懂得，你把教会当做什么？教会假如是一个 club，
是一个社团，那我们大家都是会有 member， 对不对？我们是 member 还是我们是家人？家人了，你千万要记得，这个是啊，这教会就是神永生的家，我们是家人了。家人来就讲，家人回来，我孩子回来喽，家哇，主家他最爱吃的，煮那个补要给他补一补，对不对 ？Member 来，去茶一杯，好了了。Member 嘛 ，Member 罢了嘛，对不对？家人回来又不一样喽，因为是家人哦。你看到了没有？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个家的观念落实下来，你就成功了。你要把这个家推这个家，所以教会发展的根基是什么？家主，不是小主。小组是什么？组长、组员，你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个，你组长不会怎么样，他都不会负到完的了，负责任负到完的了。哎，就是组员罢了吗？我等那我，你这不知道我忙呗？你等我得空闲，我有时间先。但是是孩子的话，怎么样？付出一切的代价，牺牲摆上，不计较，什么你都不会，因为是孩子。所以这个观念是非常的重要，啊，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呢，要注意啊，一些受伤的，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包扎，怎么样毫无保留帮助别人，为别人的益处不为自己的益处，就是学习给啊，学习给了，学习给了，就好像孩子这样，你要看到孩子被培养起来，孩子被装备起来，啊，所以把他好像保罗说啊，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哈，所以我们必须愿意接受改变，改变从自己开始哈。我能改变，我要改变，我正在改变。我们能够改变吗？可以吗？我靠自己可以改变吗？不行啊。我要改变，你可以吗？不行哦。我正在改变，你假如可以改变，耶稣就不用死了。所以你一定要选择什么？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已经，你要选择，是一个信心的选择。我已经，为什么？因为是耶稣为我做了，因为耶稣为我死了，我就选择站在耶稣死的份上，我跟他一起得胜。你我靠着自己，我们不可以的，那是因为耶稣啊，所以保罗啊，我已经是我已经哈啊，加拉太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我们一生的责任就是把这基督怎么样培养，耶稣的生命怎么样培养起来，有没有啊？求神帮助我们，时候不多，现今就是时候了。神要的是什么生命？就是我们的什么献身为身牺牲的生命。当我们服用生命教会弟兄姐妹能够抓到，我们要学习耶稣，我们要跟耶稣学，我们要懂得学习怎么献身为身牺牲的时候，神的国就会来到服用了。好不好？我们站起来，我们来唱一首歌来结束。我请我的姐妹们，我们来唱一首歌。我们来唱这首歌，哦主啊，求你保守，啊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。你们会唱这首歌吗？对不对？你的旨意。我愿意将你的话语深深藏在我的心中，做我路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主啊，求你坚固我的信心和我的力量，使我能够勇敢向前行。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够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。我们把这首歌就当作是我们的祷告，今晚上是我们的祷告。
主啊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。哈利路亚。